热情群众夹道欢迎，新北市大家长进场选前黄金星期天，侯友宜把握每一个与市民面对面恳托机会，请记得团结在一起，为新庄做事，为新北付出，为国家的未来撑起一片天，就靠你们了。是时候了，新庄五股泰山林口大团结晚会涌入超过万人支持，大家一起跳友谊动算舞，气氛超欢乐。国民党主席朱立伦、前台北县长周锡玮、前副县长蔡家福及立委林敏贵都到场力挺，先后三任县市长齐聚一堂，展现大团结气势。我们要告诉全台湾的人，中国国民党在新北市的表现是第一名的，好不好？好，好人好友谊，好好做代志的好友谊，高票连任，好不好？新北市长侯友宜也率领在地候选人上台，一一助奖拉台选情，并替自己催票，力拼连任。新庄人在北台湾，刚好是千万人的中心点，刚好就在温宅郡，愿意承接被改变的勇气，扛起带动新北的发展，所以11月26号，请你们用团队的精神，用团结的力量，拉票，拉票，投票。大选倒数，侯友宜拿出政绩，全力冲刺，要市民1126出来投票，让改变继续。请订阅、按赞、分享环宇新闻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。